恭喜得奖者，恭喜恭喜。接下来也请我们的李四端先生继续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最佳地方发展节目奖。公共论坛是谈论也是分享，地方发展则是公共论坛谈了之后所要实施的成果。接下来我颁发的就是最佳地方发展节目奖。其实我有感觉这两个奖项好像应该请内政部长来颁发应该比较有意思啊。对，不，的确公共电视以及任何的有线电视系统对地方的贡献，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有要体认他们的贡献啊。的确他们在地方所发挥的群聚的成效，而且在我们的第一线跟民众接触上面经常是远超过很多其他的媒体。因此我们就看看从论坛到地方发展，这些能够真正带来民众真正福祉的这些地方发展节目有哪一些的入围者。最佳地方发展节目奖入围的有社区有情人、爱在盐水溪系列报道、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用心看基隆、吉隆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打狗周记、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在线德拉南、新唐城有线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键探索、中投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得奖的是，恭喜关键探索、中投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议题的规划与切入完整，更以高规格的格局与视野关切在地议题，在凸显问题的同时，也为主事的政府部门提供解答。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评审，首先谢谢评审对中投有线电视关键探索这个节目的肯定。我们深入南投的偏乡地区去探讨最根本的民生跟生存的问题、国土的问题、迁乡的问题，都是我们去关注了，持续去记录。谢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肯定，谢谢。谢谢评审，谢谢主办单位。三年前文化部创立了地方发展节目的这个奖项，那三年来都是由我们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来拿下。那谢谢大家，尤其谢谢我们简生元简总裁、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的董事长廖子成廖董事长，因为他们投入很大的心力来支持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当然更感谢辛苦的同仁多年来持续的努力，让我们节目的品质不断提升。谢谢，让我们又得到这个奖，谢谢。再次谢谢恭喜得奖者，同时也谢谢我们的颁奖人李四端先生，谢谢。紧张刺激的颁奖典礼呢，在这里也稍微缓和一下，要喘口气一下。对对对对，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位表演的嘉宾呢，曾经啊，他是被号称为台语天后，也是模仿的天后，曾经在金曲奖第六届得到最佳方言女歌手奖。是。那么今天他特别盛装来参加我们的金狮奖。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掌声欢迎金曲歌后张秀清带来的《满面春风》。掌声！谢谢大家好，大家午安，啊，局长好，啊，彭阿香姐姐嘞，谢谢。带这一首，大概20年前我的成名曲《满面春风》，再次掌声鼓励，谢谢。春风，可爱的笑容，满面春风，走路拢有风，有缘难相逢，人生的路途上，咱就快乐去前冲。少年人有理想，愈困难愈坚强，无需要怨叹悲伤。少年人爱搏命，不惊风不惊雨，期待着最后的成功。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满面春风，走路拢有风，温暖的太阳，温暖的旅途上，快乐回来阮的故乡。
要怨叹悲伤。少年人爱无用，不惊风不惊雨，期待着最后的成功。Oh yeah， 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满面春风，行路拢有风。温暖的太阳，温暖的舞蹈声，快乐回来阮的故乡。尖叫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哇，张秀清真的不简单哎！哪里不简单？哪里不简单？你的身材就不简单。开玩笑，重量级的贵宾呢，对不对？而且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说你是不仅台语天后，而且是模仿天后。今天那么多的贵宾来到现场，要不要现场就来一下？掌声不够的话，他是不会表演。还好你们有掌声。对对对，那我们就直接来了，凤飞飞。凤飞飞是吧？我的偶像，永远的巨星。掌声鼓励。好，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感谢您。小时候比小蚂蚁，小蚂蚁爬呀爬在我心底，我心底，尤其在那寂静的寂寞夜里，它就在我心游弋。啊，叫我好想你，啊，想呀想思，说是痛苦眼前你。让那寂寞在我心间扩大了面积，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所以我好愿意，好愿意让那小蚂蚁，小蚂蚁，小蚂蚁变成那串串爱意，它在我心底。谢谢，感谢您，请掌声鼓励鼓励。太像了，太像了！来来来，模仿大家看了不过瘾、哦，真的吗？还想再看吗？还想再看吗？来，直接陈小云，陈小云是吧？是。好，陈小云小姐呢，也是我的偶像，但是呢，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跟她有点像。你是把大家的印象停留在二十年前就对了。哎，对，今天的打扮差不多。是。好，来，陈小云是吧？爱情恰恰，爱情也恰恰，甜个蜜甜，可惜心底的人，是不是？哎呀，鼓励鼓励。真的是哈，今天我们的贵宾看到你的表演都乐不可支啊！模仿什么像什么？这个哪有厉害？你有听过叶姐唱金包银吗？现场要不要啊？叶爱玲唱金包银，想听吗？想听，当然想听。啊，别人的性命是讲金箍包银啊，啊，阮的性命。去真的会出歹气，是我。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吧？那么看完了我们秀清的这个模仿之后呢，我们当然还要欣赏你精湛的歌声了。那当然啊，再带来什么歌声？掐针，掐针，掌声鼓励张秀清。谢谢。手借我来，回家又到掐针。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一人，阮是上心内小伤。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淡，我代替伊咱写心所爱。我的眼眶已经红，请窗来
我们是获得最佳新闻节目主播奖，新永安有线电视。那非常谢谢金视奖的这个机会，那让我们能够从基层开始培育，那进而担任这个主播的职务。那非常谢谢各位评审的厚爱，还有谢谢公司的一个培育，谢谢。我们是获得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台南新生相亲踹共。那我是新永安节目部的主管。那我们这次是改变了整个节目的形态，那透过非常创新的，不止在棚内录影，也把整个拉到的这个外面去跟乡亲做一个互动。那非常开心说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够得到一个评审的厚爱，那也非常谢谢公司的一个培育，那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是获得最佳地方发展节目奖的关键探索中投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节目主要探讨茶农的问题，以及探讨整个翠峦千村以及观光跟安全拉锯如何取得平衡的一个议题。我们持续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在前两年由我们台湾嘉光拿下之后，今年由中投有限电视拿下，我们棒棒接力，棒棒都是强棒。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借过我们借由我们的报道来让乡亲的声音能让更多人听见。那谢谢大家，谢谢评审。接下来要颁发这个奖项呢，是最佳教育文化节目奖。要请到的这位颁奖人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因为相信在座可能很多人从小就收看他的节目，他可以说是呢是外景旅游节目的一位大前辈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这位颁奖人，就是我们的李秀媛，秀媛姐出场。秀媛姐主持了《绕着地球跑》，不但荣获金钟奖最佳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而且连续10年的入围记录，到目前为止也是令人望尘莫及。欢迎秀媛姐。谢谢一佩局长，以及现场所有的嘉宾，现场所有的今天的入围者还有得奖者，恭喜恭喜大家。下午好，我是李秀媛，谢谢。那么今天我所要颁发的这个奖项是教育文化的奖项。那么我自己其实之前拿过这个节目的金钟奖的主持人，但是我没有拿到金视，我有点遗憾。不过说老实话，其实这一次的报名的所有的这个节目的入围者呢，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优秀。因为听起来教育文化感觉上好像硬邦邦的哈，要让大家好像在教室上上课，其实并不。因为在做节目的同时可以把知识跟欢乐传播给大家之外呢，我们还要做到老少咸宜，然后还要做到这个雅俗共赏，同时要寓教于乐，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点。所以今天入围即得奖啊，今天我们先恭喜所有入围的朋友，我们也同时来看看，恭喜恭喜。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有哪些。最佳教育文化节目奖入围的有小手拉大手，北市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纪录部，永嘉乐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首义志，全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南人，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潮，台中新文创，群建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就来看看得奖的是群建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潮台中新文创，恭喜。群建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节目呈现了台中地区的传统文化及其历史脉络，让观众感受到台中在地文化结合创新的风貌，特效与配乐让观众身临其境，恭喜。谢谢。我在有线电视很多年了，那但是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金视奖，很开心就可以拿到奖。那我真的要谢谢群建有线电视以及这个 TBC 集团的我们的居民执行长，以及我们的今天我到现场的我们的那个保务长 Kevin 以及群建总经理，那还有谢谢达中副总，还有我的副理心仪，谢谢你。还有最重要要谢谢我的 partner， 他今天有来现场啊，他总是把光环让给我，但是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非常谢谢他。这个奖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我们台中。我要告诉大家，台中真的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台中的文创真的很潮，真的很棒。 TBC 我爱你，所有人我爱你，谢谢。
恭喜，谢谢群建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恭喜得奖。也请秀媛姐继续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谢谢一佩，恭喜得奖人。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其实是这个最佳的企编奖。那么其实企划呢跟编辑呢一向是一个节目的灵魂，像今天我们的金视奖这么精彩，然后大家其实看得都很开心，除了是颁奖典礼之外呢，它本身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场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如何让一个好的节目有好的灵魂，有好的内涵，企编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有最佳企编奖，入围的有张文琪、消失重生，大兴电民主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黄佩珊，社区有情人，爱在盐水溪系列报道，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徐小华，寻找新声音，北市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杜怀胜，城市纪录部，永嘉乐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翁纯仪，男人，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得奖的是大兴电民主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张文琪，消失重生。恭喜恭喜恭喜张文琪，消失重生，大兴电民主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聚焦在传统医师的工作与生活，不疾不徐的节奏，简洁清新的形式，更能让我们体会人物的细腻与用心。恭喜，谢谢评审的肯定。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消失重生这部影片里面所有的主角，因为有他们所以让我们的节目更精彩。然后要感谢公司给我们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感谢大兴有线电视董事长陈柏宇，还有那个王显生总经理，还有节目部周文轩周经理，还有节目部所有的同仁，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有很大的后盾可以做好节目。谢谢方琦，谢谢韩英，还有帮友。最后我要感谢，跟我合作很多年的搭档郑平。因为有你，我们才有这么好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恭喜得奖者，同时也谢谢我们的颁奖人秀媛姐，谢谢。奇怪，旁边。